很卖力，人家不跟他散伙伙呀，现场马上来滚地。就差你呀不要脸，你天天欺负杨小燕。哪个欺负你啊？是你欺负的哦。你敢耍赖了不？我是哪个的嘛？不要别个秀才的，啊，秀才保安他当起。昨晚门口去站一夜呀，不得两块人民币。那是你当保安的吧？你乱说。我的说，这种话语也不活。昨晚我那床下面呀，原来是你在听音乐。我以为是老鼠的，你在下面。哎呦！我到下面，我到下面哪里嘛？床下面噻。还剩小爷魔法点，听我来把话言。秀才身上大把多呀，还差那个20元。你就是一回的20元嘛，一个晚上不睡觉嘛，穿过衣服一个晚上不睡觉。哪个不睡觉？都没个听咯。秀才一晚他不睡觉，他去街上把人撩，转到那些老太太呀，那些老太最需要。莫说人家老太太，如果你跟他拼牌，实话我就讲出口呀，你还不如那老奶。我不如老奶吗？我不拿钱来买你嘛。老奶需要，他要给你钱嘛。老奶都不如嘞。我是隔壁那老奶，我不会给你20元。我去把那大叔找呀，大叔给我双妹妹。大叔给你双歪歪，你听我讲一番。那个已经那过了期呀，闻到你说是很酸，尝了叫很酸的过期了。你才过期了，生锈了。你过期了。秀才莫要把我打，你听我来说出口，我还有那大叔要呀，不像你呀把烧愁。我是跟你吹牛皮，秀才我帅气，随便找出一个来呀，比你小姨更美丽。感谢我哥，怎么都随便拉一个，怎么都不一样教练，真的。你去拉一个来嘛，你去拉一个来嘛，行不行哦？你去拉一个嘛，我拉过来嘞。想去拉你去拉，啊，全部都是老人家，站在还这个屏幕上呀，还是我呀想多话。一句杨小爷，如果你继续来疯下去呀，等我把你退役。哦，有这个架势嘞。
做个公司不是一般练得出来的，经常摆过才说得出来。这个小菜他不要脸，还想把我推一边，不用我的嘛手指头呀，你就给我跪左边，一个手指头都不要。你听我来讲出口，要口也是我来口。如果你我问哪样呀，因为小姨没有手。你得哪样？你不跑？跑啥子？我不会跑噻，我哪会跑？